我谢谢你。多大年纪了奶奶？12。天天出来捡废品吗？捡废品没饭吃。看着你这大年纪出来捡这东西不容易。你不捡那个吃吗你？我能上你家看看吗？你要不嫌我家最近有，你就去看看去。放过你是否总在想，有很多事放不下。人家有的笑话咱。没有人笑话咱，因为咱们赚的钱都很干净。对不对？哎，我虽然是捡的这个东西，但我捡的这东西能换钱，我自己没偷没抢。对不对？奶奶，你等我一下。我给你拿点米来。是否在心里把爹妈来牵挂？起来，不行，不行。我来，没事。奶，不许这样。千万可别忘了。我们当晚辈的，照顾老人。陪陪爹和妈。当不了你们。我买了这还有几块钱，给你们拿着。不要，车里没有现金，车钱拿过来。这都那么说的，就你能挂着我？这个、我给你，这个、我给你。不行，啊，我不能这样，我疼不了你。以后我管你。哦，你管我就，哎呦，我怎么忘了你呀、啊？你管我。回去吧，奶，我这停车，不能这样，奶，不能这样啊，不这样了，我上车吧。